everybody. Today I want to show you Disney Princess Cinderella's hairstyle. And there we go to start. Hi, 大家早安。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，就是仙杜瑞拉的发型，灰姑娘的发型。童话里，灰姑娘总是会和王子结成伴侣，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虽然现实生活中不知道，但是往往她的发型就是也是会令人很心情愉悦的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很想尝试看看这样子的发型，然后也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们开始吧。
嗯。